永乐乡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，是一个美丽的山区乡镇。这里的自然风光非常优美，山清水秀，空气清新，是一个适合旅游和度假的好地方。永乐乡的气候温和，四季分明。春天，山上的野花竞相开放，让人感到心旷神怡。夏天，绿树成荫，清凉宜人。秋天，红叶满山，美不胜收。冬天，白雪皑皑，如同童话世界。这里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。永乐乡的人民热情好客，他们善良友好，乐于助人。这里的民俗文化非常丰富，有着独特的风味。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，当地人会举行盛大的烧火龙活动，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看。此外，永乐乡还有着丰富的手工艺品，如竹编、木雕等，深受游客的喜爱。永乐乡的经济以农业为主，主要种植水稻、玉米、豆类等农作物。此外，当地还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，如煤炭、铁矿等，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。总之，永乐乡是一个美丽的山区乡镇，拥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民俗文化，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好地方。